段片，好多朋友仔对我踩嘅嗰个滑板车都好有兴趣，所以今次我特登拍一段片，同大家讲下呢一架现时喺日本旅行最 hit 最方便嘅滑板车系点样用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兔兔。日本有好多地方都非常适合踩单车，不过大多数的租单车平台都需要用日本的电话号码，令到旅客很难用这种方式探索日本的美景和美食。不过近年东京街头越来越多人用 Loop 这种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，而由2023年的7月1号开始，日本更加放宽了电动滑板车的限制，最高速度 20km 以下的电动滑板车会列入特定小型原动机副自转车的级别，只需要年满16岁就可以驾驶，而且不需要车牌。作为一个游客都可以不需要车牌租到电动滑板车在日本周围 loop 啦。Loop 作为新兴的日本共享电动车平台，营运大约两年，就在东京、大阪、横滨、京都、神户、名古屋、宇都宫设置了多个驻车场。最特别的地方是 Loop 提供其他平台没有的电动滑板车。事前的准备，首先是要下载 Loop 这个 apps， 以香港的电话号码登记，收到 SMS 短信认证之后，输入你的名字、出生年月日、电邮地址。开始前还需要登记护照和输入信用卡的资料。最花时间的就是这个交通守则测试了，里面呢有11条问题，需要全部答对才可以租车。马路如虎口，交通最紧要安全，建议大家都是认真学习一下全部的规则。租用方法呢其实很简单的， Loop 将租借点称为 Port，意思就是将这一项服务做到好像港口车站那样，在高密度的人口城市里面提供便利和安全的服务。目前在全日本已经有4300个 port， 而且有小型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两种选择。我们在地图上见到绿点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租车地点了，上面清楚地显示了电动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数量，而且还有实景帮你很容易找到路，对于路痴兔兔来说是非常之方便的。到达了之后，扫描车上的 QR code， 并且在地图上选择还车的地点，预留你想还车的地方，就不怕去到目的地找不到还车点啦。确认租车资料之后就可以使用的啦。 Ikimashō！电动滑板车的使用方法都很简单的，起步的时候一只脚踩在滑板车上面，另外一只脚就在地下撑下撑下，同时用只右手按油门，轻轻地按这个 push and go 控制速度，基本上撑两下，第三下缩回只脚上去滑板车上就可以向前的啦。停车或者减速的时候就可以用刹车的把手，整体的操作其实比想象中要简单，而且又不需要好像踩单车那么用力，不过上车的时候就好像不是很够力了。还车的方法其实都很简单，去到目的地车站之后，将车停在绿色的方格里面，在 Apps 里面选择 End Riding， 再点击 Take a Picture 影张相上传到系统，就完成了还车的手续了。系统会自动计算行车的总收费，从你登记的信用卡里面收取，一般来说呢30分钟就200日元，今次兔兔因为刚刚好超过了30分钟就变成400日元了。当然还有一些驾驶的注意事项是需要特别留意的，必须行驶左边起第一条车道或者是单车的通道，不可以行人行路的。酒后驾驶一定是大咩大咩，两人同乘都是大咩，更加不可以乱咁泊车。去到路口的时候记得停车看一看有没有车或者行人通过，转左或者转右之前都需要好像揸车那样打灯，防止事故发生。行走的速度不可以超过20km， 玩得开心都要玩得安全。
其實呢架滑板車咧，對於遊客嚟講咧，我覺得係幾方便嘅，因為好多時候咧，我哋住嘅地方雖然係喺旅遊區啦，但係咧去一啲景點其實都有一段嘅距離，行路如果行十幾分鐘嘅話咧，都會覺得幾攰噶。不過如果用呢架滑板車嘅話咧，可能五分鐘、十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咁另外咧，呢架滑板車嘅租用設計咧，我覺得都係十分之為遊客著想，因為咧佢係唔需要我哋登記日本嘅電話號碼啦，淨係需要我哋用翻 credit card 去俾錢，以及影翻我哋嘅 passport 就可以用噶啦。去日本旅行仲有啲咩新奇刺激好玩嘅嘢？兔兔下次再同你介紹，拜拜。